全军出击！小刘，双雕，我们单雕。差一级房管，我跟你们说，那房管已经没几个了啊，没几个能上的了，已经全十八级的了，我就只能顺延了，那就。一下啊，等四秒一好的，好，正好升了，他跑，那你就别吃。能翻十万八千里，能耗血就耗他血啊！现在我们二级，那个 EAQ 怎么的也比他一个 A 加 W 的伤害高。他肯定先补刀，补刀就 Q 他。接 E 接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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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 W A 接 Q 闪现吃饼干，那岩雀怎么打那赵信没打过呢？而且他一个技能他都没用，你知道吧？他一下他都没放技能，他二级。不对呀、啊，那岩雀怎么能二级呢？谢谢莫名月和木浪浪的飞机，谢谢，应该回头帮个屁，他一个技能都没放出来，我咋帮他？你说他一打一连技能都没放过，我们怎么帮？不着他呀，赵信搁旁边呢，先点岩接 Q， 平 A 打换溜，平 A E A 接 Q， 走不掉了。这就是接球。哎，可以啊 ，Q 不着，漂亮！我345，他340，哎呀。我说移动送警察，算了，这波不回家了。这波能升，喝点水，等兵线过来。别 A 他啊！哎，我的攻击力怎么变高了呀？哎呀，这一个兵怎么……哎呀，这怎么没 Q 出来呀？稀碎。本来我是都能补着的，我真的都能补到。这波要想杀他得升六，这几个兵不知道够不够升六的经验呢。算了，稳一点吧，我先回家，因为他有疾跑，我们没有闪，
如果我们没打过他，那死了呢，我们就跑不了。我们要想跑是跑不了，我只能跟他打。你如果想稳定的能打得过对面，那你需要留一手后路。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打得过，因为你俩还没打过。谢谢如意至尊宝的66个星空卡啊！我先收他一下，让他拉我们。头发球，你这是教的是召唤师技能，我的哥啊！吃小饼干加结束，亮什么牌儿呢？谢谢，别看我是机器人的心动飞机，谢谢机器人的一个飞机啊！不拆了，我走了。既来之，怎安？他刚才教召唤师技能。完事我教的是大招，他还跟我搁那亮牌，我也不知道亮什么玩意儿呢。那一百秒的东西换个200秒的东西，还得秀一下子。完事第二波闪现还教了，我连个屁都没教，我甚至连个屁都没放，小伙子。这波那落手一个技能也没有，他杀不了人，没事，他只能硬追。这三项攻击力真低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就加15点攻击力，这么下。A 打不溜 ，A 先出多少血？感谢 A。出这段感觉应该能打过。哎呦，暴击了，我躲了他一个 W 呢，技能很关键啊。你给我收下来，蓝博不是去下路了吗？走了，那落手疾跑好了，我们赶紧撤啊！差不多了。无敌了。
宣布了吗？宣布了。兄弟，再来找我老孙吧。嗯，你让那兰博来，来，你让他来。我就在这待着，我看那兰博敢不敢过来。三个人来都不好使，现在我只能这么说，三个人来都不好使，除非我们先把技能交到诺手身上能行。让他来，我就待在这里，我看谁敢来。嗯，我就往这一待，我看谁敢来。诺手的走位已经不对了啊，穴位有点不对了。闪现是真不要钱的，我发现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“不打不走”。你还不走啊？哎，你是因为啥不走呢？这就是坚持二十套。你凭什么不走呢？打完蛤蟆，这边中路我去好像，来试试吧，来吧来吧，这边可以全残血，全残血。跑掉了！哎，别让他扎着了！那赵信有红惩戒，2100，我是先来九头蛇呢，还是先来个皮海呢？来个九头蛇吧，就打个蓝 buff， 这边有大就好了，有大就全杀了，没有大，嗯，没有 R， 我就在想呢，我说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想了半天，这就是猴比较尴尬的地方，他的 R 要是好的再能快一点，就不一样了。要不我就说加强加强，你这 R 60秒一个，一级啊，我这一级跟武器大师大招时间一样长，不就行了吗？别的都不用了，大招冷却减一减就完事儿。妖怪哪里跑？这怎么没有人了呢？人都去哪了呢？去打峡谷去了。去下路了，那我们把中塔推了。哎，我的 E 技能还能让那赵信给我打断了呢。我是真是醉了，我的 E 技能能被赵信给打断了，哎，我都服了。
少了一个扣，不是少了一个扣，是少了。少了一个扣，不是少了一个扣，是少了一个E。我头一回E被赵信打断，就是在我飞的时候，赵信把我叫飞，头一回。这蓝博好像挺飞的。该做点事儿了，啊，在他们去下路打架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做点事儿了。把中路拔了，该小龙团战了，这波团战应该是转折点。来来来来，先扫他们一下啊！来，旁边的人可能有点多。直接开，我就把峡谷放中路。他们不要了这龙啊！天哪！这个兰博这波一定得杀。无论是谁啊，他都必须得死，因为他身上带着美甲窃魂卷，我不可能让他活。黑风拿了有用吗？有用啊，先锋拿了不稳定拿了条龙吗？怎么没用呢？我给狗头人留一个炮车就行，然后我们回去收红。把红收完，我们再收个石头人回家出黑切。蟹手够不够？蟹手是够的。但是不行，我们还是得要黑切。蟹手虽然是够的。但是对面的护甲还是比较高的，这都有护甲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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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上蓝魔，上蓝魔，蓝魔！这波不用大啊，没啥。这不要钱。这波拆中，拆完中打大龙。牛头这个药后药的比较好啊，牛头。
加大龙。也不得让人点那两下，点干嘛？装个什么东西？先把这道具抓了吧。哎，这个戟可以啊。我们还是得先打蓝博。刘哥走一走。哎呦，这怎么死的？啊，蓝烈汉的苦楚，几换几？三换四，三换四都不合适。我身上带赏金的 ADC，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谁投的翔，叫什么永远的 XHY， 他要不是 ADC 投的翔，我直播吃屎。你看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俺老孙每一把投降的那个人往往都是那个最二的那个人。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实在打不了的情况啊。蓝博没来，那龙直接拿。这是计划的一半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边直接不打了，打不过，直接叫队友撤，因为不可能打得过。这 AD 这个位置，我真是头痛。拆完走了，不拆，拆不动了。这波只能算是止损，没办法。我的妹子比较差，没有蟹手，有蟹手还能打一打。刚我是被套虚弱了是吧？把蟹手给出了。回家了，而不回家，上路再收一波。我给他没有用，我给的他也带我们家团灭，有什么用呢？这 ADC 你们还敢跟他走？全给你们带死，一个给你带啊！一个带一个，到我们了。中路几个人来，我看看，他们技能应该交完了啊。对面敢打大龙就全死。跟我来，狗头爷。没视野，他们就全死。
来。一波不了好像。哎，能一波呀，那不就两个 AD 马上活了吗？一拆不就完事了吗？气急败坏了。